的大牛仔。姐姐，妹妹。这里是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暖暖的，很贴心。作为世界冠军的杨威参加《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让很多观众都充满了期待。16岁入选国家队的杨威，18岁获得自己的首个亚运会冠军。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杨威已经取得了6次亚运会冠军、7次世锦赛冠军和一枚奥运会团体金牌。他到了国外的一线的时候，关注非常多了。第一是比较敬业的一个人，第二个关注力极强，他对某些东西的关注力是非常非常敏感，也非常强大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而作为三朝元老的杨威，更是以几乎完美的表现夺下了男子体操全能的金牌，以3个世界大赛的男子体操全能的冠军，完成了对前辈李宁和李小双的超越。北京奥运会之后，杨威依旧是喜事连连。2008年11月7日，杨威与相恋多年的恋人杨云在海南三亚完婚。一年之后，就在结婚纪念日的当天，杨威和妻子杨云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结晶杨文昌。医生就让我过去检查脐带，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生命诞生跟我有直接的关系，就想着以后他会一直跟我在一起，我的后半辈子，他的前半辈子，我们都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确实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好，跟爸爸来，你也那一代，那一代也那个，还有一代呢。走，来。跟爸爸过来，来，把米拎上，把那袋米拎上，走，来，过来，走，来。因为我们做运动员的话，从小也是在运动队长大，所以基本上什么事情基本都要靠自己的。所以我们给杨洋的教育有时候也会希望他能够尽早的独立，特别是男孩。就是杨洋一天一天在长大，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一天一天在长大，然后他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作为《爸爸去哪儿》节目中唯一一对通过观众投票入选的父子，杨威和杨洋洋的高人气使得他们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节目之外都备受大家的关注。我今天
叫杨文昌。小名叫什么？我小名叫杨洋洋。真棒，真棒。所以五岁你属什么的？我属狼的。全身都酸吗？我不酸，我甜。你吃那个就可以了吧？那个有什么管用啊？你没有按照规则。姚明叔叔都是用右手投篮的。觉得我照顾爸爸，不要爸爸照顾我。暖心的儿子总是在爸爸完成任务失利的时候给予安慰。虽然才五岁，杨洋洋并不是很明白大人的世界，但是在节目中他总是表现出超乎他这个年龄的成熟和担当。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比赛结果。有自己的主见，有时候这一点我真的确实反而不如他。你说杨洋你想怎么样，他就会很有主见地告诉我，我想这样，我想这样做。这样吧，我们还有一个是多出来的，我要给你。走走。所以他确实在节目当中有时候确实能照顾到我，因为比如水银间的那一天，他里面房子里面特别闷热，他拿扇子一直在给我扇风啊什么的。哇，好舒服啊。我扇的扇子。你对你自己扇啊。我说杨洋你自己扇吧，他说我要帮爸爸扇。所以有时候真的感觉是他在照顾我，而不是说我去照顾他。那刻我就感觉这孩子真的是特别懂事，他身上的优点远远不止我看到的。随着节目的录的次数越来越多，就会觉得他身上的优点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作为《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爸爸阵容中唯一的体育明星，杨威在前两站与体育竞技有关的游戏任务中虽然总是拼尽全力，但并没有一枝独秀，反而黄磊和陆毅常常表现出色。相信在后续的几站，低调的杨威终将以专业实力和战绩华丽逆袭，证明自己不可撼动的奥运冠军身份。比游戏和任务中的表现更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是，杨威和与其他爸爸和孩子们的相处中，他总是乐于助人，尽心尽责，给人感觉温暖。你给一个箱子给我，万一他往下掉，你还有一只手扶住他。那个 Gary， 我牵着他，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能口水喝行不行？我家近，我去拿。他挺能去默默的关心和帮助别人，可能他需要觉得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多言，直接就出手。等一下，虽然是竞赛的有些环节，你真正得到第一名和你赢得这些对手的尊重，我想两个相比，我会把赢得对手的尊重放在第一位。这里是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暖暖的，很贴心。就在第二站录制结束后，杨威带着儿子回到武汉的家中。关于这站旅行，老爸和儿子又有什么苦水向妈妈杨云诉说呢？杨威老师觉得这次累吗？这次累，全程都是你吧，我觉得。消毒水要泡一下，然后再洗。他说现场可能会有跳蚤，看一下。
基本上全是一个了。我跟你说，我带去了五双袜子，我今天一双都没找着。杨洋现在脚上穿的是我的袜子，脏了吗？脏了就被他们丢了吗？黄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真的要便宜的。哎，哇，他飞出来一个蛾子。不会吧？等等，能不能？然后第二期回来特别特别黑两个人，然后我就说你们俩怎么这次这么黑呀、啊？就是你都不知道，我们除了下床就是露天。妈妈，我好想。住的跟马尔代夫差不多。我觉得这个跟练体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运动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背负着国家的一种使命和荣誉，而对于这个节目来讲，它就是我们增进感情、互相促进了解这么一个过程。更加的融洽，他就一直缠着爸爸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哭着闹着，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我待了你那么多年，一下子就这几期节目就把我对你的感情抹杀了吗？结果什么猪耳朵炒黄瓜，你妈说的。蛮好吃的。洋洋，你闻到猪耳朵的味道了吗？闻到没有？闻到了好多猪耳朵呀。洋洋，洗手吃饭。不吃饭。真的不吃饭吗？当神仙吧。你要在，你是不是要在这里玩？给我吃完饭，我带你坐滑板车。那你下一期节目还想不想见到多多姐姐啊？怎么？哎，好好说话，站好站好，别往我身上靠，站好，自己站好，自己站好。现在到了吃饭的点了，你不吃完就会饿了，吃一点点好不好？好不好？每次吃饭都这样。我妈不逼你吃啊，我只告诉你啊，我们一会儿吃完你就没得吃了。你要想去玩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要在这里站半个小时再去玩。爷爷爷爷，出去。他就属于有一种对吃饭这件事有点抗拒了，就属于可能他肚子是饿的，但是他就不愿意吃，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采取一种比较严厉的方式去跟他说，而且。通常跟他说完之后，基本上他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吃饭呢，到了吃饭的时间，你晚上饿了一定会找我要东西吃。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吃。洋洋，有鸡爪子，有鸡翅膀，还有猪耳朵，好吃的。洋洋，你闻到猪耳朵的味道了吗？闻到没有？闻到了好多猪耳朵呀。吃你的饭啊！别说话呀！那闭嘴！你就是不喜欢爸爸板着脸的，是不是？
么你要跟爸爸妈妈说啊，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啊，你不要藏在心里啊，是不是啊？嗯，喝了其实吃饭可能是一种方式，目的还是在家人一起聚在一起，因为通过饭桌上面的交谈能够更加促进这个家庭。多多，再来多多。这个很有难度的。在享受完晚餐当天，恰好是《爸爸去哪儿》第二集播出，一家人准点守候在电视机前，看看电视中的这对父子的表现是否跟生活中一样吧。你面条我知道在哪，你跟我来了。哎呀，好厉害你！你把碗便宜一点，把碗便宜一点。你谁？你还会叫老板啊？我砍价，我砍价砍到34万。34万。那会砍价，我觉得这一点都挺厉害。拍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在这个电视里面可以呈现，但是是我们平时都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特别好，能够让我们看看他的表现和他的自理能力，还有他碰到应急情况的一些处理。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完这些孩子真的没有理解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就像我看到杨洋过来，我不知道他前面是迷路了，所以他一上来整个人特别委屈，就是因为他找不到家嘛。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去想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那首先肯定是要给他安慰嘛，看他表情不对或者怎么样。等看到他们单独经历的环节呢，我就会觉得小孩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说一定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其实过了就过了。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可以去教育一下。非常难，走。节目中，杨洋洋贴心照顾小伙伴的举动，让大家都为这个5岁的小朋友点赞。但别忘了，作为奥运冠军的儿子，杨洋洋还有一门特殊的才能。换了衣服，又掉了衣服。这个是我哥哥。这个是他得的冠军，这个是他的吊环。脱鞋子上去玩，不脱鞋子了，脱鞋子不能上去了。不想脱鞋子上去玩，不想脱鞋子啊？我想脱鞋子啊，你想脱鞋子上去，脱吧，脱上去。然后到我面前就开始撒娇了，脱个鞋还要我给你脱。一到条房里他就撒了花了，其实体操还是蛮好玩的，有的时候他一来一玩就玩一下午。几个月的时候就抱着他，那就在体操房里就看一些姐姐啊在那跳啊。他所有的体操动作我们都没有刻意的去教过他，他就是自己玩的，说实话玩会的。跳在上面，上面只能一个人跳，我上去跳你就飞了，知道吗？快点！哎，上去跳，哇，他做了一个侧的，就是早转的那种。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想到他就是以后一定会练体操。嗯，我们只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从小都是练体操长大的嘛，我们吃的苦都不少，我们就知道这个体操其实很辛苦，所以我觉得让他自己玩一玩啊，我觉得挺好的。希望他尽早的能够自己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当然他这个年龄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肯定也不会去强求他，会去帮他，会去这个鼓励他。暖心天使体操小王子，贴满这些标签的杨阳阳这次来到天天向上的现场，他又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等会儿好戏就从后台开始了。你帅不帅啊？帅。不帅啊？好不好看？你觉得？好看就是不帅。那什么是帅的衣服呢？就是我自己的衣服。对。哎呀，看着姥姥一下，给你马甲。唱歌就大声点唱。好嘞。这里有拖地，可能是姚明穿的吧。没有拖地呀。因为你来的时候地上都挺干净的，所以衣服都拖在地上不会脏。哇，杨洋你好帅啊，怎么那么好玩啊？好帅啊你。赵小鬼，赵不鬼，赵不鬼。我的纪录片《小儿感冒药》和爸爸在一起，现在继续。感谢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合作伙伴变一张床爱一个家水星家纺。这一站，爸爸去哪儿？来到了湖南靖州的地笋苗寨。美丽的苗寨，独特的民俗风情，让老爸和萌娃们十分陶醉。这一站大家又有什么样的奇妙体验？我们来请村长解密。各位好，我是村长，大家注意啊，村开会了啊。这苗寨有个习俗，有个拦门酒，那个安排大家呢，在看到他们来的时候都要敬上我们苗寨的美酒啊，喝完了美酒才能进寨。那我跟各位姑娘们说，谁要是不喝这个酒的话，你就去揪他的耳朵。但是后来真的喝起酒来后，发现姑娘们喜欢谁就去揪谁耳朵，结果就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被揪到了耳朵。那到了苗家嘛，就一定要懂得我们苗家的礼仪和习俗，所以呢，我们要用苗家的欢迎的话要跟大家来打招呼。所以呢，大家听一听我说的还够标准吗？村长在这里跟大家打招呼，他应该说你什么话？都发得欧，什么呀？都发得欧，大家都欧。嗨，你是我的主播，很高兴到你这里来。都发得欧，嗨，你所谓精神。都发得欧，嗨，你所谓精神。哎，不错，不错，不错。中午我们吃了一顿龙头宴，然后这也是我们苗家的一个习俗，特别的开心呢。你做龙头宴的时候呢，每位老爸都会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来做出自己自认为最好吃的东西。邓宇哥呢，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有一些，我觉得摄像机可能都没有拍到，但是我真的听到他一直在叨念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从小长到大，就妈妈经常给我做这个饭吃，所以这个是我最爱吃的饭。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是在想妈妈。谁要尝一口？来，一起回家，妈妈就煮这个，哎，好吃啊！他说对呀、啊，什么怎么怎么哦，
我觉得那个苗家的人那个干的鱿鱼配那个肉饼应该是他们没尝过的一道菜。对当地老乡们来说，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很喜欢我们到来，尤其是很多那个大山里头很大很大年龄的老人家呀，他们真的就没有出过他们的乡村，周围有这么多的孩子很尊敬他们，然后给他们加吃的，然后会搀他们，然后陪他们说话。父亲们在他们眼里看来，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也是孩子。在经过这几次旅行呢，其实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和宝贝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你在很用心的对孩子，孩子真的就会很把心掏出来在对你。所以有的时候宝贝们也会因为这事生气啊。比如杨洋他的那个编导，他的摄像就跟他的感情很好，他就觉得啊这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他发现他们在帮贝尔在提裤子，然后贝尔的裤子松了，啊杨洋就会生气啊。使出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贝尔，他特别喜欢他的摄像小杰，那小杰也特别喜欢贝尔，每一次见到贝尔都会特别特别的亲。所以贝尔呢一见到这个我们这个摄像啊，就会每次特别亲热的小杰小杰的喊，然后自己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马上会拿过来给摄像哥哥。头发今天没沾水吗？哎，我帮你梳个中分，好吧？嗯。来梳个中分。不要。来梳个中分。精彩的节目总离不开这些幕后辛苦的工作人员。在与五组家庭相处的这么多天里，我们的导演、编剧、摄像都成了这些孩子们的好伙伴、好朋友。像多多。多多会看到工作人员饿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就拿到很多吃的东西，会给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在分享。为什么？因为他爹就是这样的。黄小厨每次做吃的不是光给自己做一份，他一定要给其他的老爸们都做，也一定要给村长做一份，一定要给所有的摄像师们都做一份。就对他们来说这是种习惯。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看到多多有这样那样的行为的话，那一定是跟他爹学的。谢了，滋味倒不错。没开了。刚才正好早饭没吃饱啊，阿爸特别吃的特别香。你有粉丝吗？有啊。谁？姐姐有粉丝。谁？我。我是弟小猪往哪里飞了？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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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和孩子们在苗寨浪漫之行还在继续，五位老爸在接下来的田间运动会中又会有哪些表现？惊险刺激的任务背后，导演组又是如何完成的呢？下周五晚12点，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为您独家讲述。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稍后请收看《爸爸去哪儿》第二季。